中国将坚定不移推动高水平开放。中国将进一步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有序扩大电信、医疗等服务业领域开放。中国将修订扩大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更多外资投向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 投向中国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中国将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做好高水平开放压力测试，出台自由贸易试验区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中国将深度参与绿色低碳、数字经济等国际合作，积极推进加入全面。 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举办了三届国际采购、投资促进、人文交流。